走了。马上正上方就起雾了。对啊，太热，一直冒汗。而且是旧雪镜。自助。自助啊。前带我这个，然后一直抱怨，所以我现在带这个。好，我不行就不行这样。好热，好热。不，你同样不行是没有我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很少跟你。啊，你换新的卡？对啊。换新的卡有没有作用？刚，而且我旧的卡也都拿去 for 一 for 了。啊？确定没用？不知道啊，反正现在用的是新的，新的卡没事就没事。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有在录啊。有吗？我不知道，闪红灯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是啊。为什么会新一代反而？你是新一代还是旧一代？新的、啊。新的为什么反而没有这个音乐？啊？为什么？新的廉价版。最贵一点的就有，你可不可以买有的、啊？不然好麻烦啊！哈啊，你如果要买，可以买有的。所以明天天气不好。明天天气没有不好，但是风大，有可能龙缆就不会开了。看，对啊，可能只会开矮矮的，就怕这样啊。所以今天都要逛到。那钱啊！那难道你会觉得耗时间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不知道啊。对、嗯、对，挖很深呐、啊。这边我们看到的都不是，不是那一片，那一片不是，那一片只是一个黑线，然后大斜面反而是红线。嗯，这样过得去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过去哪里。联络道是那，所以这边上下又有点往上，要全速。上面可以过去，我看到了，上面可以。好，那就过去啊。他应该一下车就有写说哪里可以。因为我没有确定。我们好像没有坐过这个缆车吗？没有什么印象。我只是不想走路，看到缆车就要坐。
尽量靠左滑，就这样，没什么。在你后面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尽量靠左边滑嘛，要不要拍一张？好，就难得天气好。好像没看过这个方向。我今天血很少。很多好不好？一公尺。你回头啊。可以拍啊，不然呢？好。好的，太好了。一开始就这种红色。不用。然后怎么滑？就往那边，那一个班，朝着那个班去。小心点啊。下面过去，往左绕，哎，爬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右边。
去缆车站。为什么不是在这里脱就好了？那我可以把它丢进我的背包。要坐，这要坐三十分钟。二十分钟。来计时，看一下。而且这也不会变快啊，它就是这么快而已。你是说现在可以把帽子先拿下来休息吗？可以啊，你。那个，要让他继续拍吗？你要抓着也行，也好。今天可是蓝天呢。来一张。这么好，我们再拍。有吧？不是所有荧幕吗？开车来我们看不到。哎呀，而且我觉得缆车是有更新的。你说以前有这么好吗？我不记得哎，要对照以前拍的照片。哎，来这里看有没有小动物。上次看到那个奇怪。什么？有雪很低。嗯，我看。有背包跟雪票。我要脱衣服的话，先把雪票收进裤子比较保险。好，脱掉中层。他这样子是活着的吗？他自己 app 的白色。他说我刷掉他，他就会没有拍了。但是他自己的白色，我不知道他这样行不行。是吗？脱下来就凉了。凉。还有就是那个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没有，没有，好吧。怎么啦？因为我看到他写说会放烟火，然后我本来想说哦烟火，但是现在是来之前看到的，但是现在一看，这上面贴的是说8号14号，只有土日才有，所以我们没有。啊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好凉哦，好凉哦！啊？我看过了。你说烟火？对啊，我们不是一起在苗场看过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在录影，还是有录？搞不清楚。
苗场迟迟不更新，使用普通人工票，他盯着我的手看。嗯，他还是看我的手。对啊。嗯。因为这个可是要大苗场山的票。那我这样只有个十一，他主要是看得到，我的洞很小。那是。看我还是他看到十一就算了。他说：“反正你如果过去被抓也是你的事。”啊呜！好了，就背后带着一大包，哇塞！嗯，这次唯一就是没有喝的，啊就冲去吃饭喝水。冲去！到现在几点？十点半了没？嗯，两块。既然如此，偷偷检查我的电池有没有在亮灯。嗯，有是有。你在干嘛？感觉得出外套里都是汗。你知道我现在网路啊，不是有 Pobo 跟 Line 吗？嗯。但是我现在网路切成 Pobo。嗯。然后 Pobo 是那个，你要是没有任何 Topping 的话，它会给你最慢的网路。哦，你觉得勉强可以用啊？对，就是你拿来结账的话。可以用吗？可以，传 Line 的话也还可以。结账的话就要看你用哪个 App， 要是你事先有把那个结账 APP 的广告都捞完的话，那就还 OK。那你要是没把那些结账 APP 的广告捞出来的话，那个结账 APP， 例如说 DeepAI 一打开就在那边卡半天，因为它全部的广告捞完不知道捞多久。右脚好酸，我不知道怎么脚好酸。嗯，右脚多掉。那你戴回头上。我眼镜就要戴啊！你可以眼镜先拔下来。哎，这样比较省事，用手捧着太累了。嗯。上次不是有奇怪的小动物在山边看我吗？后来觉得那个动物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就是什么卡猫奇葩。对啊。嗯，卡猫，卡猫要怎么办？什么路？对啊，四角路，路本来就四角。上面是雪板的刮痕，正上方是土，玻璃哟。哟，Production 2001耶。
2001，那这样好可能是新的。十年前，二十年前，二十年前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还是他有油漆过？不是他换玻璃，换我觉得玻璃不可能那么新啊。正面玻璃。而且刚好我没看到他在发保护套，不过他的雪板架，他有雪板的架，外面。这不要拿上来。应该吧，但是我看到这边还是一堆光。滴水，你看它滴水，它会滴下去。哪有这么好的玻璃啊？换过玻璃这样。好，我觉得。惊叹它的玻璃，这样子拍照很好。但是也有可能以前我们在。移动的，喂，在做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都被雪蒙住。喂，好了，我把东西都弄完了。其实脱了一件也感觉不大出来，好像有凉一点，又好像没有。我这件太暖了，让它拍一张。哎 ，Cortina 的照照。上面还附了 emergency code， 有没有哪里有晒太阳？要晒，因为外面很亮，所以它你再下去看起来好可怕，唰下去又下来，然后再拉上去。我不知道这个戴好，戒指来录影，好像走得很快，不用录影拍照。正面也有，那种卡莫西卡感喜不喜欢爬山？卡莫西卡，你是什么客家人啊？为什么讲话那么奇怪？就是西卡，就是他会不会喜欢爬壁啊？有啊，上次看到就是在壁上。不是，我是说这样很垂直，他就是要站在上面的，跟羊一样啊。雪鞋旅游，走雪，你对走雪有兴趣吗？走不累死了，才不要走雪，用滑就好。我看中间都有时间。对啊，就是去吃午饭。可以吃吗？啊？可以吃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滑道也要十一点。要怎么滑过去？就是一直坐缆车，一直往右滑，一直往右滑，最后就到了。然后他每个缆车就大概要坐三次吧。他每个缆车就好像几乎都是 romance car chair。他的湖还是湖哎、欸，还没结冰呢、喔。现在被树遮住了。这种痕迹到底是动物在走还是雪球滚下来了？横着的呢。这种直的，我觉得肯定是雪球。你要不要拍啊？这边还没，这边还亮要不要拍？你怕叫？啊，你不要。我这里有点远。我看着山上，看有没有小动物。
上了吧。我们的体感是这样啊，昨天看气象预报说是零下，奇怪，我觉得不是零下吧。嗯，不是啊。我现在就是用 Pobo 的，他说现在是九度。嗯。使用精确位置。这样血还不会化掉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负九体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你的位置错了。对，位置错了。确认定位。其实这中间，嗯，汤泽现在一度，体感零度，就这样。那这里呢？汤泽啊，它这里就算汤泽。哦。欸，下午一点开始多云，然后晚上七点开始下雪。哦。晚上吃什么？晚上看你要吃锅还是吃什么，它的 restaurant 都有开。哦。可以吃锅或者是吃饭。我们之前好像也是吃什么？吃墨汁锅？哪有？不可能。有墨汁哎、欸。对啊。对，吃墨汁。我印象中，我们来滑雪，跟你姐在这边有吃过一次锅，但是不是墨汁。我印象中是。那个时候你一直从那之前跟之后你都有墨汁锅，你都哦要吃要吃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被墨汁锅骗了。墨汁煮才好吃，煮才好吃，锅不好吃。哇，生的开始煮好硬啊。没看过熟的，没有看过软嫩的，都被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只看这一段的话，感觉它就是在山谷之中。然后苗场都是 Romance Chair 的话，就表哎不，田代都是 Romance Chair 的话，就表示田代可能受到风的影响不大。所以我才问说，万一明天这样，就
就是东岸没开，要不要坐车来？不知道，要多看看。要是只有下面的话，很无聊哦。那难道我明天就来飙个上班吗？啊，你要上班？那我要干嘛？你让脚休息哦。那我们到底来这里干嘛？只来三天还不认真滑？我们没有要很认真啊，你的脚 OK 就好。零度，是说这个雪看起来没有很。没有很那个软掉的感觉，苗场那里有一点点。我觉得那楼梯下楼好可，应该会很可怕。什么楼梯？刚刚出来的口的下楼应该很可怕。它也没铺个那种黑黑的那种软软的点，我就觉得那种硬对硬很危险。那种现在在这个季节来要坐龙缆车的游客要怎么过来？你刚，我觉得那个楼梯只有游客会用到。楼梯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刚刚不就走路从六号馆出来的楼梯是？哦，你说那个楼梯啊？对，不然你在说什么？我以为你说上缆车的。没有。我现在整体都凉凉的。什么？我是这个是？你说什么？时刻表啊，我记得他了。有啊，他有写最后回来。我记得最后回来是三点半还是三点？车的时刻表吗？对啊，这是什么、那里有写回来的缆车最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手不要用你的脏手，不用手摸好不好？不要用手套摸啊！你手套脱掉，快点啊！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、看不到，太小。反正你看他有网址跟那个之间吗？他都去月后汤德了。哦，好像网址跟田代这个简图是感觉是20分钟，坐巴士的。那坐巴士跟坐缆车一样久。到了。哎呀。要再卡了。哎呀。就去吃饭了。应该我们11:45。吃饭，然后。肯定要很早。对。我帽子还是很歪吗？你可以帮我调整。我看。好像我转过来，我看。好多了。你知道你之前是这样子，帽子往这边，然后眼镜往这边，所以帽子这样，眼镜这样。现在就好了，对啊。不过你现在头发全都又跑出来了，进眼镜了，进血镜了。有吗？没有，没事就没事了。我好像帽子有点松哎、很松、那这很难弄哎、那个只有接下来才能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弄。要拍那个田代的那个照片吗？每次必做。有吗？他也是苗场的。没有，我一下来的话，旁边应该会有一个牌子写。布条对啊，那这次不知道有没有。
但是那个没人，他就不刮了吗？真的不刮？还是他刮刮的是座位啊？那个都在吗？3:30，回来3:30，布条没了，那，一个布条都没有。现在这样，就穿着鞋走过去，走过去。看你要怎样，我可以推推推。没有布条，啊，这里。Good shit.要给我看，你要转过来啊。
少吃我一颗。啊，对啊，我一早没有办法吃，你都有办法吃，我没有办法吃。但是没吃，我现在就饿。哎，那你不饿吗？嗯，一点点可以吃东西。其实现在你可以把它推起来，它是自动帮你盖，但是它没有锁，就是自动帮你关跟帮你开，但是没有锁。前面的也把它打开了，是哦，对啊，看风景啊，要吗？要吗？会不会被骂？算了啦，没关系。还是前面的是关起来的。我觉得我看到的头了，好像是开的。还是说要往田代湖划一次那个绿线？因为现在是大太阳。吃饭前加一个。黄色绿线的话，就要再坐一次，就要再坐一次缆车，就会离吃饭更远一点，但是可以先拍到风景。好啊，不然下午的天气就不好了。嗯，而且这道是绿线，这是真正的热色。对啊，这个啊。那往湖那边而已。哪里？就是这条，这条一直走过，就是面向湖啊。然后接着再坐这个缆车上来，然后就往右边去，这样。那这旁边好像有一道不压雪的松雪区，以前雪雨叫我们踹的那个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留，好像都是压过的。你那的那个雾还好吗？现在已经被压缩在只有1公分了，不会放大。就在额头那边，滑起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我现在觉得，我今天也要很早睡。你不用讲说早睡晚睡啊，你躺上床不就是那个？洗澡还是去那个洗？我会在房间洗，因为这里好像不是温泉，因为去外面洗好像没怎么。右转。往回勾，好，然后靠左滑，过了以后左转。湖在哪？那个就是湖吗？那好像就是湖欸，要拍一张吗？拍一张。你要进去吗？前面是没有压的，虽然没有很深。一半是湖，一半结冰。他在惨叫什么？拍了，好像就这样欸，好像那就滑绿线。你要进去啊？我问你要不要而已啊，我没有要啊。
还是会累吗？右红左绿，直冲哦，直冲，很远哦。你看中间那一道很远，你到一半开始直冲可以。不是我，可以两个吗？这个没有变速的，前面人都很温柔，这样子贴着。我就觉得我接近你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嗯，这种应该用不着拉吧。结果那边就叫起来了，咻咻咻！直扑扑就那个，他上去了。刚痛了怎么办？我没有带那个，我忘记带了。带什么？就是在妈妈给我那条泰国药膏啊，那个我好像擦的有好一点。然后后来我今天拿，因为它一大条，我不想带。嗯。然后我本来又想说，我不是要给你小盒子装 AD， 我想说那我也可以拿来装。嗯。装一点带来，然后带。嗯吗？现在痛痛的，就现在痛痛还好，怕是明天更痛，就是又回到那种踩了就痛，我就死定了。现在只是痛痛，但是踩没有关系，但是怕是踩了就会痛，我就会很惨。嗯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穿鞋子就痛。嗯，不过我不是跟你讲，我之前有那种，而且是只有左脚，就觉得脚跟被夹那种，最后就只好猛练右脚，然后反正好像跟我一种踩的姿势有关。我是穿鞋子就痛。而且那个时候痛的时候啊，坐在椅子上也会觉得脚跟还是在痛。嗯、我脱掉鞋子就好了，走路都不会痛，只是穿鞋子就痛。嗯，你觉得这也是小动物吗？热点不一样。如果是人的话，不会横着走吧？
这样子你觉得人算是多还是少？少哎、欸。嗯，还好。好像没有昨天多。其实我有点搞不清楚成人日到底是今天还是昨天。嗯、新闻都出现画面了，不会是今天。是哦。我的鼻子都有在里面齁。嗯，现在才到了这边，顶多变负二吧。嗯，也觉得手一拿掉拍照，也是觉得没有冷。啊，没有冷？没有冷。对啊，有太阳晒着，就是。这太阳还算有用的太阳。整天蓝天哦，像我戴这个，我还感觉不出来，我戴的是旧雪镜。哦，太阳遮住了。一颗雨，这时候看得出太阳很圆。废话，太阳不圆的时候吗？太阳不圆的时候吗？太阳有你没办法看着它的时候。你说太亮吗？对啊。当然当然。常常好不好？几乎是没有办法看太阳。对，刚刚看可以看到它很圆。有，我有看。就是除了台湾人多以外，也有很多外国人。外国人还好，我真的觉得是台湾人多。但是，今天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，我们冲很快的出口。嗯。第二件事是，今天车也没有坐到超满。嗯。所以没有像上一次那种六日大爆炸。嗯。那种全东京要滑雪的人都那个了，都坐上那种那个新干线。那个女生那个雪地放椅子上真的就没有人坐哎、欸，谁？那个位置真的就没有人坐。嗯？坐你旁边的啦。哦，因为车没有满啊，他可能想也不会有人故意去按那一个。嗯。我就在想说，不管是不是自己按的，嗯、那个 JR 给座位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嗯。你在？我昨天飞机，我记得我在还没有。进去，然后反正总在那看位置的时候，我是17A、17C 哦、喔，然后后来 B 也有一个很大高大的外国人坐下去了。那他很挤啊？他应该腿很挤，他一路都在看影片。嗯。那我先闭眼睛睡。我真的睡很少，一点半才睡、欸。嗯。因为在瞎忙，看看行李，拿出来再放回去，然后补一补。然后就一开始还找不到你的牙刷，因为那时候我要去大阪，我不用带你了。然后就找不到你的，然后还好我是丢在餐桌上，小桌子上。还是这个雪还是跟北海道比还是硬啊？你觉得呢？还好了。你看这个就全都变水滴耶。嗯。前端。湿啊，鞋子上也是。我是黑色。嗯，所以根本不用多花100块，他们只是精简能力。我人在 Rinku Town 在车站内的，嗯，塞不下，只好弄两个，800。嗯？哎、欸，你的那个，我觉得你那个可能掉粉下来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。知道哦。我在那边撸那个。因为你的口罩上有黑血血。嗯，对啊。所以我就让它进它寿命的这个血迹，就让它进寿命的最后一次或两次。那你要丢在这边的垃圾桶吗？是啊是啊是啊。你说某一个最后一个雪场的垃圾桶里？嗯，就放在房间垃圾桶里就好了。是，我只要不发生一件事情就尴尬，就是我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脸上有一圈黑的，只要不发生这件事，我觉得都可以。你就脸上有一圈黑的？就是它一圈黑的印记在我的脸上的话，我想到最差就是这样。
像这样一个小房间是能干嘛？不知道。不过你看这里的痕迹，就真的没有很厚。对啊，刚刚连偷滑的。对啊。像刚后来大公就有一个老阿伯，就抓着雪板就上来了，这样。阿伯。抓着 ski 啦，就是那种小布包，然后看得出来有两根两根在里面，他就这样抓着就冲冲冲冲就进来了，也上了这个。啊？板子嘞？就是雪板啊。哦，有板子哦。没有啊，就是一袋，有那种可能比较以前流行那种袋子，扎起来。看得出是 ski 这样，这是 romance chair 慢吞吞。因为它是没有放音乐的，哦，好慢哦！我刚才想说快到，我眼睛睁开。你要跟我讲哦。哎，居然有裤子上的水。我穿这条来是因为我觉得那条的确比较不防水，然后穿这条的。嗯，据说昨天下午有下一些雨啊。有下过雨的状况下，雪就变得比较黏了。还是人很少的感觉。这是在教学吗？爸爸教学。嗯。这么小就教。他要是不受控的越来越远的话，往哪边 ？X2 那边一直直直走过去，绿绿的就快快滑这样，滑去下一个 lift。
你也爬上来？我看你上来，我就跟着上来呗。那表示你冲的速度跟我一样快啊。我是看到线掉了，所以想把它勾一下，勾好了。走，这里人好像就多了一点点。看他们抢缆车，抢抢。啊，这里我想起来了，前面有一个。我好像记得这里，应该前面下前面有一个波，好像就是 Sherry 的教学波，然后右前方是缆车站。我的外号没那么酷啊！啊？这里要不要拍一张？靠左边好了。去那边拍啊，你行不行啊？哦，蓝蓝的雪，蓝蓝的水，回头。那我都没有帮你拍。慢些啊。好，很好，好，完成。我前进一点。好。现在就觉得这个直直冲过去就好了。以前这里很害怕的，在那边挣扎，挣扎，对啊，就还好。就来过两次，而且第二次感觉没上到课，这样。是联络通路。两点半，他说回去的话还要25分钟。没有，我们看的是绿色，蓝色的是要坐大缆车下去的。
一直靠左边滑，对不对？坐那个缆车。哦，所以你不会叫我一路冲过去吧？嗯，用冲的是会比较好啦，不然就要推。我现在滑起来像是春雪的感觉，嗯，化掉一半的，嗯，化掉一半的那种，嗯，是的，现在就变三月了。这已经是11:45了耶，妈妈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刚有多了一趟那个。一趟坐了那个长长的，所以觉得十二点会到，应该差不多吧。现在下的话就是，它的路线什么 X Y 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其实从王子一路过来就这样，王子那边是 A B C 啊。嗯，对啊，它好像越右边就越字母越大。对。刚那个其实一路我还会觉得我冲很快。刚中间有一段直冲的话，我觉得速度应该有到40-50哦。你要现在看？你有开吗？我没有开啊。不开吗？嗯，不开了，因为那个只能在那个站上分享，我觉得无意义。可以自己截图啊。他不会啊，完蛋了。
通信不好。哦，因为它白的原因是因为它抓不到地图了，但是它路照样路，它只是要给你看那个线。那它现在知道我在哪了？知道了，它现在是开始点吧？这个地方就是龙缆以前的部分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别啊别的图都不进来？你现在就关掉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我在跟他换雪场。不用换了。我要签成铁。哦，你要 check out 又 check in 哦，好、哦、也可以 啊。我觉得没有必要，两个就连在一起就好了。你 check out check in， 那现在这一段到底是怎样？它也变白的原因是因为它都地图慢吞吞。不是啦，是因为它现在在这里啦。它刚刚一开始我们还在搭龙缆，我应该就要换地图。啊、哦？没差、啊，就让它画、啊。现在四 G、三 G 而已。这里讯号有点不好。刚龙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啊、它只有三 G。哦，所以连你也速度很慢。这样3G 的流量，它到底要不要算钱？什么意思？它已经很慢了。那这部分如果我用了1Mbps，它要不要？它要算我4G 的钱呢、啊？反正是算容量啊，所以我现在没有确定。这里是通信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。哦，他想确定，不行。太烂了吧，所以我才主张你不要切啊。你说反而它回去会连起来，对啊，它会连在一起啊。那怎么办？我就是弄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弄到也没关系啊。你到了和田小屋再弄啊。那你下来试试看吧，信号应该差不多。哎，已经没有蓝天了。哦，后面还有。所以刚刚拼着拍照就是。到预报感觉必须要拍一拍，不然我之前都会说啊，之后再拍啊什么的。没办法，这里没网路啊，很恐怖呢。你的公司的有没有网路？应该都差不多。不要。完全连三 G 都没有。下缆车试试看啊，你先收好。吃饭。这个缆车我就没印象，我猜是往右边滑。有，好，那就右转就对了。滑下去就吃饭了，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滑下去的话，右半边是黑线，左半边是红线。不是啊，还要再往左边走。往左靠啊，因为往左靠是红线。嗯，那有左边跟右边，左边有红有黑，右边也有红有黑。然后它好像从。十数到一就到了，这样还是一数到十？一数到十。在走 Z 是吧？嗯。是吗？嗯，都到 Z 了。待会等我，我看一下我的 check in。你看有人好像从上面滑下来，我是说轨迹。正在滑。嗯。那里好像有一个 gate， 那是雪场外。这里刚刚看还可以看到整个山的，现在就看不到了。嗯，怎样？如何？欸、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湖哎、欸，这样都圈外了，而且我觉得手机现在拿出手机也比较冷。你有把它塞回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要看一眼。嗯，看到蓝蓝的湖了，太阳的最后挣扎。
对啊。按给这小孩的、啊，就全部的人一起练吗？哎、欸，我这么停了，你没有电？现在呢？现在它是 low 电量，但是我看不出来有没有电。你等我一下。我刚好摸，电是有没有插是啊？有插，但是。下面，你是说里面吗？对啊，背包里啊。验证，现在验证。你上面没插住啊？我刚刚重弄。完全没插好。刚刚啦，刚刚才弄，拔下来重插。では、カグラスキー場、タシルエリアにご来場いただきまして、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午前券ご利用のお客様に。啊！我看，就充电站的下来站了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应该是没有吧？
繰り返しご年金ご利用の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保全券でのローペイのご乗車は13時まで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なお利用時間を過ぎた場合は1日券との差額を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、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。なおただいまの時刻は12時ちょうどでございます。很短的、欸、这种、嗯、然后呢我完全真的完全不认得路、欸、这里我就不确定、哎、要帮我开吗？下来再开，我也不确定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对，应该是对啦，只有往右，然后那边也有人下来。重点是我印象中最后一段那个大红线到现在都没看到，然后现在看起来又不大像会接去别的路。我觉得它好像在中间，你会不会已经错过了？刚我看水厂地图的时候，它并不是在最右边。是哦，这里我看不到手。你哪来的自信自己一直叫我往右往右往右？那应该是刚那个红黑线这样，因为这里看起来已经没有在过去的方向了。有，那边还有两颗啊，这样没在动而已。哦，我看一下雪场地图。我也一直拖。但是现在一直拖延我，只是把时间看二。这个我没有印象有做过。其实上一个我也没有印象有做过。那这样不是下车的地方应该都要有个地图吗？嗯，有啊，所以现在可以看。因为我刚刚没有把它设离线，所以现在搞很久还没有出来。哎、欸，好像在这里耶。哪里？你有得咯？但是它这个也看不清楚啊。你这是什么 ？Google Map 吗？不是，这个里面。要吗 ？Yuki 啊。和田小。Yuki 要吗？嗯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吗？我这个位置啊。那这样滑没错啊，继续走就对了。是吗？真的。既然你这样说了。现在要推给我、啊、不是推，我是说既然那个地图已经这样讲了，因为上面没有号，我觉得我应该拿一份雪场地图。嗯，先找找，就说往那边不能用，是我忘了设离线，因为我已经抓好了，我抓了一个全部的图。那你现在要不要楼不楼先和你讲，对啊，去再说，因为有那个佐证表示还没到。
可以放心继续搞。好，走。万一想反方向是相反？不会不会，应该不会。嗯，你继续走，我拍照。忘记了，来。啊，你刚才没有帮我检查。要检查什么？你刚刚说用手机检查它有没有开着的、啊。我是说用手机检查有没有电，有。没反应。我知道它有电。好啊，用手机检查。有啊，电是接着的、啊。我知道、啊。啊，我刚刚有用手机插电了，确定有。对啊，你只是插电，你不是要帮我用手机，你不是可以蓝牙连上看一下吗？现在看、啊。还是你现在要给他，你按一按就好啦。没有啊，他有可能现在正在录，所以我要看他的状况。哦，荧幕又看不见，超亮，太亮了。正在录，不用动它。真的吗？对。你确定你是连到你自己的？不是，他说话正在录。哎，你刚刚有听到声音吗？他哔哔哔哔哔，然后后来我停下来，我把插头，就你说我没插好，但是我就给他再按一次。哦，哔哔哔。哦，好，那就是他开始录了，哔哔哔就会开始啊。应该是要没电了吧？
烟的。完蛋了，我刚讲，今天不回去，不要说我做不会讲。嗯。他那天脚超痛。嗯。我紧张。
です。今、うん、第一リフト乗ってる。神楽の。うん。え、もう着いたの？12時半ぐらいだって言うから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好，好啊，就一条红线对着它过去就是了。这是通去和平桥。嘿呀。也放他人口吗？嘿啊，你是说？回来是，回来好像是往哪边滑，我不记得。应该是往右继续滑，我看到有，好像有人往右继续滑。你有看到那个人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有个人几乎刹不住，我就赶快绕跑远一点，他就摔倒了。
嗯，好了，最后一段陡的部分，大约下到接近下面以后用冲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乱滑、啊，我上次练的现在已经全都不见了，完全就是乱滑。对呀、啊，你管他的，只是之前的技术完全又不见了。你说因为又休息两天了哟，还是紧张吗？有可能啊。苗场山五合木，画一张。好、哦。等我，我拍一张。我看看一下，可以。国民的药草酒。怎么了？他刚为什么要给我 SOS 啊？你可能按了两下电了，叫救命了。单品还是套餐？那我是准备1700。好。嗯。